我不是英雄，我就爱天空，飞起来有点疯，梦想在心中。我不是英雄，我也会心痛，地上的爱不动，我的爱在天空。你不是我想象的那种人，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神。我喜欢你抢我的棒棒糖，有情有调，浪漫天真。也许我神经过于亢奋，那是因为我爱你爱的单纯。只要你勤奋努力，好好做人，我们就会有完美的青春。我是英雄，我就爱天空，飞起来有点疯，梦想在心中。我不是英雄，我就爱天空，飞起来有点疯，梦想在心中。我不是英雄，我也会心痛，地上的爱不动，我的爱在天空。我是飞行员，要做你的英雄，把你带到上万英尺的高空。也许缘分在地面不会相通，但是上天让我们爱在空中。 Fly fly let me fly, love you never make you cry, 别让我继续等待，我要送给你所有的爱。 Yeah, still love you baby。 我不是英雄，也不是天使，只希望每一天在空中相见。我不是英雄，也不是天使，有最浪漫的事，快乐是宗旨。我不是英雄，我就爱天空，飞起来有点疯，梦想在心中。我不是英雄，我也会心痛，地上的爱不动，我的爱在天空。我不是英雄，啊啊啊啊。偷了我的手机，你别说偷啊，偷多难听啊！我们本来不想为难你，想自己把钱要回来，可是李佳明突然消失了，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别乱来！谁呀？小云，你们两个当初让我把你们介绍有钱男朋友的时候，你们就像两条狗，两条听话的狗，让你们俩干什么你们俩就干什么。现在钱没了，急了是不是啊？找不到李佳明就累在我头上是不是？哼，别说我不知道那狗东西在哪，就算我知道，我也不会告诉你们俩。哼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，没有你，我们更好。有钱的男人任我们挑，谁像你似的啊？被人骗，被人抛弃，丢人。走，报警去，问他也问不出个结果来。小事大，还是先把登记牌还给吴兰。嗨，干嘛？吴兰在吗？我想找她有点事情。吴兰没什么话跟你说。还要跟你说一声，以后不要半夜三更披头散发的到我们房间，我觉得怪吓人的。
还有，以后不要骚扰吴兰了啊。吴兰，这可真的不是我要害你，你别怪我，要怪只能怪你的好朋友佳音了。快点，快点，你了。哎，我的登机牌呢？吴兰，你的登机牌呢？怎么了，吴兰？怎么了？我的登机牌不见了。你登机牌不见了？快帮他找一找，快去找找。登机牌不见了？哦，啊？登机牌怎么不见啊？不行，你放哪儿了？箱子里有吗？奇怪，明明就在箱子里。那东西拿都忘了你这个人。哎，真是这东西很能丢啊。奇怪，那我得赶回去，赶紧找找。好好找，吴兰，你们先进去。好，你们先进去。咱们先进去吧。Take care for you。吴兰，你慢点。放在箱子里的，去哪儿了呀？工程部都不要锁门，配合公司检查。哎，你们等一等，你们听我说呀，真的不是我拿的，我真的没拿。拿你的登机卡，我真的没有拿。他们要把我带走，你快跟他们说一说呀！你在说什么呀？我的登机卡没找到啊！我真的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没拿是有人陷害我，我是被人陷害的。是啊，怎么了？这是你的登机卡，在子敏的笔记本里找到的。我们需要带回去了解情况。我没偷，吴兰，我真的没拿。我们走。
我真的没拿。哎，吴小姐，我没拿，我真的没拿呀。吴兰，你快跟他们解释一下，我是被你陷害了。哎，等等，你们弄错了吧？子敏怎么可能偷我的登机牌呢？是啊。等等等等，等等等等，你们放了子敏吧，登机牌不可能是他拿的。你们放了子敏吧。吴兰，你们放了他，你们冤枉他了。吴兰，别激动，你要相信公司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。昊天，他们带走子敏了，非要说是他拿了我的登机牌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相信他，他们说他偷了我的登机牌，绝对不是他拿的。昊天，昊天，我求求你，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他吧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他的错。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，对吧？你要相信领导会处理好这件事情。你别在这儿大喊大叫了，影响实在是特别不好。可是他要是被带走，就做不成空姐了。做空姐一直都是他的梦想，也是我们大家一直的梦想。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而毁了他的梦想。昊天，但是你要相信我，相信公司。怎么，我提前上飞机，你很不爽吗？我有什么不爽的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不要害人，害人终害己，知道吗？你怕我害你？你放一百个心吧，像你这种千金大小姐，给我一百个单我都不敢的，因为我好害怕呀。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在奋斗，跟我家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还有，马菲菲，你是不是出身不太好，就喜欢挤兑那些出身比你好的人呢？哼！先生您好，帮你拿一份。哦，谢谢，我来就好。您稍等，马上来。先生，请用餐。谢谢，小姐。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？您是在说我吗，先生？你想不起来了。20岁的身心，40岁的智慧，60岁的经验。先生是您啊。许忠，再次见到你，非常高兴。请您怀着20岁的心情用餐。教导，你不是说害人终害己吗？我改邪归正了呀。玉红，怎么了？刘伟不舒服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胃不舒服。喂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自己疼自己知道。是你啊。我再当一回傻子吧，让你蒙一次。下次啊，你要再不拿体检证明上班的话，你就不要上飞机了。谢谢，知道了。还有，明天我们开会，不要让上面的人发现你有什么不对，否则呀，
你努力这么大半天的这特别狠心班就全部泡汤了。哎，今天那个月兰是怎么回事？吴兰，她的登记卡丢了。丢登记卡的人是她呀。电话好几次了，你都没有接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。也没有什么啦，就是感觉刚才头晕晕的，所以就小眯了一会儿。哎，现在头还是晕晕的，不舒服呢。姚小姐，你只要有什么需要就给我打电话，我随时愿意为你服务。要不然你能不能赏光和我一起吃晚饭呢？啊，不了吧。我今天感觉身体真的不舒服，而且我明天早上还要飞杭州呢，我想早点休息。菲菲，你可要注意身体，工作虽然重要，女人的身体也很重要啊。如果你需要，给我说一声，我派人照顾你，好吗？许先生，谢谢你哦，这是我独自这么长时间以来，第一次有人这么的关心我。我好感动啊。只要你愿意，我愿永远关心你。那好吧，那我就不跟你聊了，许先生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拜拜。拜拜。这叫做呀，欲擒就要故纵。怎么样吧，吴兰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替我求情，公司会起诉我的。谢谢你，以前对你说的那些难听话和做的坏事，是我不对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什么原谅不原谅的，以前你也没有说过什么坏话，也没做过什么错事儿。子敏，你什么时候还能再飞？我可能永远都不能再飞了，公司把我开除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自由了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用再顾及公司那些规定了。不会吧？可是没什么可是，也许这种生活会更适合我。哎，汪琼，你干什么？你别忘了，是他害得你被开除的。不是他，他是被人利用了。再说，如果不是他的话，我现在也不能站在这里了。子敏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应该自己悄悄地去找登机牌，不应该告诉公司我丢了登机牌，要不然你就不会被查到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吴兰，如果我早点了解你的话，我们会是很好的朋友。子敏，现在也不晚啊，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。吴兰，你快走吧，别耽误了你登机。真够傻的，别人讨厌他的时候，他永远都不知道；别人一喜欢他，他
他就觉得自己变成万人迷了，真傻。他是傻，可是这也是他对别人的致命诱惑。是啊，我觉得像吴兰这样的人才是最快乐的。以前我们都太狭隘了，总觉得除了姚菲菲以外，所有人都不是好人。 也许有自己的苦衷吧，他自己的钱也被别人骗走了。哎，对了，上次我们打他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你怎么现在帮着他说话了？其实是吴兰，你想想，我们以前那么对他，他都不计较。更何况，姚菲菲虽然不好，可以前对我们还是挺好的。这样吧，在我离开之前。 我找他好好谈谈，把事情都说开了。我可不想人走了，还让自己的姐妹心里留恨。好吧。 你们两个姐妹花找我呀？我成这样了？菲菲，我想有些事情我们应该跟你说清楚。说清楚什么呀？你们还想弄清楚什么呀？不就那点钱吗？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还给你们的。但如果你们还想再打我一顿的话，我劝你们算了，因为把你们其中一个人赶出去，我已经下了不少功夫。我不想非那么大心思再把另外一个人也赶出去。原来是你，除了我，还有谁有这么大能力呢？ 你干的！你诬陷我，你还……你还做了对的，方琼，你就应该拦住他。如果让他再打我一顿的话，估计下次被扫地出门的就是你了。没本事就别出来玩你们的熟人棋啊！方琼还是你聪明，你放心，我最近还没有想把你赶出去。姚菲菲，你太过分了！顾里子敏刚才还想跟你和解，他想着你的钱是不是也被那个李佳明给骗了，你居然诬陷他！ 他总之前都想和你来见一次，太过分了！你也配我们叫你一声姐吗？你也配穿着这一身通姐服吗？方琼，别冲动，我已经这样了，你应该学会保护你自己。算了，别和他争了。姚菲菲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为你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。我们走。 这谁？我看看。
飞飞家，你哦，我知道，杨飞飞。飞，这女孩是谁呀？赵先生。老家了吗，乌兰？我，哎，这不是凤大叔女儿的照片吗？姚菲菲有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。菲菲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姚菲菲是凤大叔的女儿？可是，乌兰，其实你没来之前，我一直有一种特别邪恶的想法。我想让姚菲菲身败名裂，可是我走到门口，看到这一张张笑脸，又看到你们，我又犹豫了。如果我再害她的话，那我跟她就没什么区别了。姚菲菲至今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认，我怕我也帮不了她。但是我希望你能帮她，让她悔悟。吴兰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见过的最有热心的人。思敏，好啦，我知道我以前很坏，可是这次我想做一回好人。这个是风大叔的地址。思敏，我觉得你一直都是个好人。哎，打住打住啊！我最怕别人跟我玩抒情了，走啦。其实，善恶都在一念之间。我们总是在善恶中不断地认识自己。这个世界几乎不合所有人的梦想，只是有些人可以学会释然，有些人却坚持。释然的人就会变得快乐而且简单。我们这去哪里啊，乌兰？菲菲，我带你去找一个人。哎呀，大热天儿，你疯了？哎呀！来，跟我走。去哪里嘛，吴兰？见了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你干嘛呀？这么高，可不去哪儿嘛。应该就在这边啊。哎呀，拜托，什么地方把你带我来？大热天的。你在这等一下，我去帮你找找。大热天的搞什么搞？哎，气死我了！去哪儿了？菲菲，菲菲，你看，你看他是谁啊？大叔。大叔，慢点。
给您调一下座椅靠背。哎，小姐，小姐。先生，您好。给我送杯水。好的，好的，您先稍等。嗯。先生，好，您的水谢谢，请慢用。哎，我是很讲卫生的，我就害怕这水不干净，搞不好我会拉肚子。包括你们这个服务员，手一定要洗。啊，先生您请放心，我们的民航有规定，我们所有人上飞机以后都要经过消毒处理，所以说您喝了不会拉肚子的。哦，那谢谢谢谢谢谢。今天的天气不错，小伙子，想不想试试自己飞一个？好，你来吧。是，机长。我看呐，我们还是早一点退休。能见度700。菲菲，那天我们去蜗居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见了？你是一个专业的空乘，在工作时间，请不要聊和工作无关的事情。哎，可是，菲菲，先生你好，这是您要的杂志。先生你好，这是你要的杂志。你是比林志玲漂亮。多谢啊，多谢啊！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！快进来。哎，先生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几点钟了啊？啊，现在北京时间3:01。哇，我想我是不能离开你。我是法国巴黎珠宝商，我看你长得那么可爱，比杨丞琳可爱，比林志玲美，比西施还要美上好几万倍的啦。我董事长看上你了，请你做我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，怎么样？考虑一下啦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我们公司有规定说不能够接受客人的任何东西，包括名片。不要这样子啦，小姐姐您，我们这个眼镜可以这样子戴。你看这个钻石都镶在上面，有没有看见？钻石亮晶晶，50-60克啦，都拴在上面那里戴，看看我们公司的产品怎么样啊？哦天哪！头晕了。你这是多大度的？这就是我们公司产品的特点，保质保量又保量，三包政策，你不妨再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啦，盼上你啦。啊，那您可以写意见卡，啊，就是我们公司也有规定，说我们必须回复客人的任何意见。意见卡在哪里呢？我们看不见什么意见。谢先生，麻烦您回到您的位置上，我马上给您送过去，您看这样可不可以呢？我时间很宝贵，我还有很多业务要谈的，知不知道啦？时间呐，我要等一下下飞机，还要到法国去采购一些珠宝过来的，很多业务，我先回去做，你再考虑一下。OK， 拜拜 ，Sayonara， 哦 ，Sayonara 啊。算了吧，这个人你应该知道他是赝品吧？赝不赝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又怎么知道？
感觉吧。你的感觉是嫉妒吧？我嫉妒你什么呀？你保不准儿还想再钓一个呢，怕我抢你生意。算我没说，说也没用。小姐，先生，哎呦，怎么了？这个空气太闷，我头很痛。啊，先生，您要不要药？哎呀，哎，我这吃药不行，你给我按摩按摩怎么样？按摩？只有按摩，按摩按摩才可以。这个我们可能，先生，这是不是疼得很厉害啊？确实，我这就是按摩管用。哦，好的。好，来，哎，瞧瞧这里，哎，对。您看这样行吗？啊，往上。上面。哎，对，这样。哎，你的手好柔啊。哦。嗯。嘿，于思央，你干什么呢？外面都忙着呢，就你一个人躲在里面，偷懒，喝口水，不听话，怎么搞？快出去！谢谢啊。哦，你好多了，先生没事吧？不错，那我先去工作了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刚才上飞机的时候，这个皮鞋被人踩了一下，能不能帮我擦一擦？先生，是这只吗？对。对不起啊，是我这脑子太不好用了。刚才我掏东西掉下去，这是我的戒指，我的。啊，是您的呀。对，恭喜您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先生，您看您的鞋，帮您擦好了。很好，谢谢您啊。好的，先生，那我就去工作了。哎，小姐，我们认识一下。我是泛海集团公司的董事长。我的公司啊，现在就需要你这种人，怎么样？到我们公司来。先生，谢谢您对我的赏识，可是……哎，你现在做空姐一个月怎么样？不是，到我们公司，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月20000起，怎么样？这是定金。啊，先生，我不能收您的钱，您拿着。这表示我的诚意。啊，先生，您先别着急，您先听我说。其实呢，我们服务大家，这是我们的职责范围，能够让您感到满意，那是我们的宗旨。先生，您可能不知道，我从小呢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想当一名称职的空乘。现在呢，我能够站在这里为您服务，也是我的荣幸。所以说，你能不能再考虑？我热爱我自己的这份工作，请您可以理解我。太可惜了，谢谢。谢谢您，先生，能够认识您是荣幸。好，我也很高兴。哎，小江，我要服务。哎，小江，小江，慢点走了。小朋友来到，他要服务。小江，哎，谢谢你啊，小江，来。先生您好，请问需要什么服务？我要饮料。先生，您看。这个是我们的服务铃，您按下它的话，我们就会过来给您服务。您先稍等，我去给您拿饮料。好。哎，我有饮料哎！真的要洗澡？你怎么来了？来了！哎，小姐，我有饮料哎！冬天不要。两边的乘客，请当心。先生，我们的饮料都在这儿了，您还需要些什么？
吃，我痛痛腰，也炒饭吧。先生，我们飞机上的饮料都是免费的。哎，不要钞票啊！不用钞票。痛痛来一杯。啊，好的，您先稍等。先生，您的饮料请慢。洋洋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收费的。啊，要钞票啊？嗯，不要了。先生，他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对不起啊，这个是不要钱的。啊，不要钞票啊？对。这么，来。啊。先生，您看，您还要点什么？哎，这里边啤酒，我要啤酒。好的，啤酒。先生，您的啤酒，请慢用。先生，您觉得可以了吗？哎，可以了。放心了。哎呀呀呀！谢谢谢谢。不要吵了，谁要了？全部都是你，让我能完全交。
我自己，就算没结果，就算都是错，我愿意。全部都是你，是你，我无法深呼吸。全部都是你，让夜变得甜蜜。全部都是你，有一点点希望，我就不放弃。还是很值得，还是很幸福，只为你。就算没结果，就算都是错。我不听解释，我需要看到你们团结。先生醒一醒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忘记解除华庭余威了。他不是飞行员，他是骗子。我没有证据要骗你。醒！我希望他爱的是我大伟这个人，而不是飞行员这三个字。我的男朋友和我的女朋友好上了，可是失恋会摧毁你整个人。魔镜魔镜谁最美？世上只有姚菲菲。哎呦。